原标题校对稿十八路诸侯二十法，真说过宁可天下人负我。曹操虽然在汉灵帝任用的西园八校尉里和袁绍同列，但汉灵帝之后搞的大阅兵，以及紧接着在汉灵帝死后的政变中，曹操都没有突出的表现，不像袁绍一直站在何进的身后反托何进，最终让东汉朝廷落入了董卓之手。图一，何进的小圈子董卓进京。只有在袁绍劝何进召董卓带兵进京时，在裴宗之著《三国志》中引用王审的魏书中说了曹操的一句对这件事的点评。显然在何进准备召董卓进京时，曹操是知道的，但也很明显曹操并不是直接对何进或袁绍说的。通过曹操说的这句燕树之官古今已有，但是主不当假之权宠，始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袁恶，一律立足矣，何必纷纷召外江湖，欲尽诛之，势必宣露，无见其败也。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曹操围绕在何进周边的大圈子周围，但没有进到何进、袁绍这个拿主意的核心小圈子中。图二，曹操的反对董卓进京。曹操的这句话我们在何进准备调董卓进京时详细引述过，这里就不详细展开。曹操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杀鸡焉用牛刀，对付宦官几个狱吏就够了，何必大老远把你控制不了的董卓找来呢？你们这样舍近求远，注定是要失败的。果不其然发生了之后一系列的惨剧，何进被杀，袁尚弃官跑冀州而去，东汉的朝局被一个武夫董卓完全掌控了起来。曹操不看好何进他们，一样不会看好鲁莽残暴的董卓。曹操不看好何进，但还是坚持站在何进阵线里的，毕竟何进这个外戚有罪名正言顺辅政的理由，可董卓最缺的就是一个服人的理由，让天下人共同承认他是合格辅政大臣的理由。董卓找不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只能依靠武力，而董卓手上掌控的武力是一个吃人的怪兽，必须一天天的拿财富拿高位来刺激来喂饱他，如果一天喂不饱他，反过来他就要吃掉你。更关键的是董卓掌控的这个怪兽是没有理性的，是时不时就要病态发作的，而且一旦发作起来，所有的规则制度都拿他没办法。董卓名义上是这个怪兽的主人，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负责人罢了。这个没理性的怪兽才是这时候真正控制东汉朝局的主人。图三，曹操献刀。陈宫与曹操，曹操不认为董卓所代表的这种模式在士族林立的东汉能行得通，所以在董卓向曹操示好拜他为骁骑校尉的时候，曹操没有应征。从这一点上看，曹操比那些迫于董卓威胁屈服下来的东汉的名士们要有气节的多。不过曹操不虚伪，不认为自己不应征是为了所谓的东汉，而是已经算定了董卓他们终必腐败。不应征的曹操既然决定了不接受董卓的好意，坐到董卓这条船上，这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逃，赶快逃离京城。董卓这人也正是看人下菜碟的主，袁家兄弟逃跑的时候都没有发通缉令，可曹操不当自己任命的官职就发了通缉令。从曹操中目被捕的事情看，董卓不但发了曹操的通缉令，在这个通缉令上还有曹操的画像。图四，逃跑的曹操。陈宫与曹操，董卓这样通缉曹操，《三国演义》里给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就是曹操想借献刀的名义杀掉董卓，被董卓识破，然后才遭到通缉的。但显然曹操献刀的事情在历史没有真实发生过，曹操也不会蠢到那个地步，以为杀掉一个董卓就万事大吉了。曹操献刀的事情与曹操跑到大宦官张让屋子里然后翻墙逃跑的事有那么一点相似。
但性质可完全不同。那董卓通缉曹操的理由是什么？显然曹操是入了董卓法眼的。董卓也看到，如果曹操不为自己所用，必然是个威胁，而且对曹家、董卓心里显然没那么多顾忌。再往深推测，可能和时局有关。这时候反抗董卓的声音可能在关东已经开始，董卓显然不想让曹操轻易地抛到敌方阵营中去。图案五，起了疑心的曹操。陈宫与曹操、董卓通缉悬赏自己的事，曹操一定也知道，真是因为知道，所有紧张才发生了之后杀死吕伯奢一家八口的事，更有了因为《三国演义》加工为大家熟知的曹操的口头禅，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但《三国演义》因为曹操奸臣大白脸这个角色定位进行了深度的喜剧加工，与真实的历史史实有很大差别。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情景里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逃出洛阳之后一路向东而行，计划先回到自己的老家桥今安徽亳州再说。在东归的路上，曹操路过成皋今河南荥阳，在成皋有曹家的一个老熟人吕伯奢，于是曹操就带着跟随自己的几个人去了吕伯奢家借宿。不过吕伯奢不在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记录在三个地方，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而且同时被裴松之引用。图六，吕伯奢并不在家，陈宫与曹操。在王审的魏书里是这样记载的，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在魏国人做的传记里明显是向着曹操，说是因为吕伯奢的儿子们想劫持曹操，曹操才杀人的，于情于理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我们接着看史说新语里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载，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宰，被宾逐脸，太祖自己被擢命，夷其屠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比较起魏书来，曹操因为疑心吕伯奢儿子们接到了董卓诏令，所以才杀了吕伯奢家八人，于情于理算是能说得通。图八，杀了吕伯奢一家的曹操，陈宫与曹操。我们再看孙盛杂记中的记载，太祖闻其时气生，以为屠己，遂夜杀之，继而西创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这个版本和《世说新语》里的基本一致，只是添加了一些具体的情景描写。闻其时气生，当然最关键的是加了“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这句惊天动地的话。易中天品《三国》对这事有详细的论述。说明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与我们所理解的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之间意思的不同。特别强调了在说这句话之前曹操的表情凄怆，曹操显然不是高兴自豪的说，而是悲伤怀疑的说的。在孙盛杂记的记载中，对比分析一下这三个版本，可以看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肯定是发生了，而且大致的情节和《世说新语》描述的相像。魏书的说法太牵强了，而孙盛杂记情节和《世说新语》相仿，但明显加了不少演绎的成分。特别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可从文学脚本的角度看，孙盛杂记明显是一个更好的脚步，也更吸引人，自然也更为大家熟知。图八，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而《三国演义》的版本明显是在《孙盛杂记》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而且添加了陈宫、吕伯奢两个人物，还有了曹操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吕伯奢，把吕伯奢也杀了的情景，让曹操的残忍无情更直接、更露骨。但真实的历史可不是这样，这时的曹操慌忙离开京城，一路被通缉令所困，警觉性高是自然而然的事。吕伯奢家里的几个儿子是否真的有拿住曹操去交给董卓的举动不可知，
但明显让曹操产生了怀疑，在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困局中，是个人都会有曹操的一样的举动的。不过无论如何，曹操是错杀了吕伯奢一家，接下来曹操还有面临更凶险的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